各位早晨，我哋而家咧就啱啱就係夠鐘，亦都夠法定人數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正式召開我哋今日嘅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制小組委員會噶。而今次係第四次會議，咁我哋時間咧就將會係由上午10時至10時30分嘅。咁咧就今日議程咧都係仍然都會係繼續選舉我哋嗰個嘅小組嘅主席。咁咧就不過咧想問一問大家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今日咧就已經係7月9日啦。咁咧就係對唔住，7月13日，我睇錯咗，睇錯咗張文件啊。7月13日啦，已經係一個。咁咧就我哋今個星期都我哋大會嘅最後一個嘅會期嚟噶啦。咁咧就想問一問大家咧，其實係有冇需要繼續去喺我啲小組邊咧選舉主席，繼續依個小組工作嘅？咁想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嘅。如果大家有想表達意見嘅話，可以請舉手嘅咁樣。我見到幾位嘅同事舉咗手嘅，又係陳淑莊議員、容海恩議員，仲有就係陳志全議員，仲有葉劉淑儀議員。咁仲有係陳振英議員，以及係葉建源議員嘅。咁我暫時即係我睇下大家意見點樣先啊！第一個咧就請啊陳淑莊議員，跟住咧就啊容海恩議員。主席啊，多謝你提出呢一個嘅問題。咁咧就因為咧，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就首先咧就我哋嘅會咧就應該我哋會期咧就會截至到今個星期五嘅，咁亦都係刊登咗憲報嘅，我嘅理解。咁第二咧就喺大概個零星期之前嘅教育事務委員會咧，亦都曾經就呢一個議題咧就討論咗噶啦。咁第三咧，如果大家有機會睇一睇今個禮拜嘅立法會嘅議程咧，就都爆得好緊要下噶啦。即係例如係而家同一個時間應該有三個會議，計埋呢一個應該有三個會議進行中嘅。咁我就想即係都了解一下究竟如果係真係選咗主席嘅話，咁即係我哋仲有冇可能會召開會議啦？因為你睇下呢一個今日下晝就全部財委，聽日就全日財委，咁跟住禮拜五咧亦都有機會咧係只係開財委，甚至要加開大會嘅。咁如果我嘅理解咧，係從來嘅會議安排咧，都盡可能咧係唔會重疊大會、財會或者內會嘅情況。個原因咧就因為全部嘅委員咧係有機會，可能除咗主席之外啦，如果財會同埋內會咁咧，都唔會係將會議係同呢啲會議咧係重疊嘅。我講內會同埋財會。咁而家有見及咧。今日咧上半晝咧就係有啲除咗頭先我講嘅大會、內會、財會之餘咧，其他二、三、四、五咧都差唔多全部俾財會同埋大會就即係做曬噶啦。咁我唔知道實質嗰個時間上邊係咪仲有可能去處理而家呢一個嘅小組嘅情況。咁同埋唔好忘記，其實做咗咧係應該要有個報告，要上內會做報告。咁內會最後一次都開埋啦。咁所以主席我就唔係即係我就想睇下，我唔知道，因為我理解你嘅權力咧，可能我唔知道可以去到邊啦。咁但係我都想睇下點樣可以有一個了結又好解決嘅辦法都好咯。唔該主席。好多謝你意見。就我想咧就同大家講聲咧，就係話究竟會唔會繼續選呢個主席咧？這個權咧係交俾大家嘅，咁我就冇權咧話終止個依個咁嘅議程嘅。咁咧就不過咧就係、即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咧嗰個會期咧個安排係幾緊密嘅。咁咧就時間亦都未必多，就房間亦都未必多。咁如果我哋繼續選個主席嘅話咧，咁大家要考慮一下就話個會議可唔可以繼續進行落去啫？好啦，咁下一位嘅發言咧就係容海恩議員，跟住就陳志全議員嘅。容海恩議員。主持啊，即係呢個你都話啦，第四個會，你又一開始咧，今日得半個鐘時間，啱啱啊陳淑莊議員都講啦，今個禮拜大家都忙到爆嘅，日日都係幾十個會啦，你都明知如果選到主席都係開唔到會噶啦，其實今日你開嚟做乜鬼啫？嚇、啊！你話你我都想知道啦，有幾多人報咗話得閒嚟啦？阿秘書有冇登記啊？
請你尊重一下個會議啦。我尊重，我梗係尊重啦。但係我覺得咧，主持咁樣，我冇權咧係唔能夠召開會議嘅。喂，你冇權咧俾我講嘢，而家我時間啊，而家你講咩？唔係，我頭先回答你問題啊，你問緊個問題啊嘛。我唔係問你啊，我問秘書啫嘛。你尊重下我好唔好啊？我可以叫你停止發言噶。我唔需要你尊重我，你停止發言好唔好啊？尊重你咯。你唔好再講嘢，而家我講緊嘢。喂，我時間嚟嘅喎，有冇搞錯啊？而家我回答你問題。收咗主持嘅麥啊，唔該。我而家回答你問題啊。有冇搞錯啊？而家嚇，喂。而家係我哋發言會議啊！你而家係你問我哋意見啊！再同你講聲，你再唔停止嘅話咧，我就請你離場噶啦！自己發言啊！你再如果再發言嘅話咧，我請你離場嘅嚇！你試下佢講多句啊！你試下，你試下再發言啦！你試下再講啊！你試下再發言啦！我都唔知你主持做乜嘢啊！呢個主持真係咪有問題啊？我唔會話你廢嗱，我絕對唔會話你廢嚇！再唔停止嘅話咧，我就請你離場。呢個咧唔係一個好嘅主持，不過咧我係唔會話你廢嘅。OK。嗱，如果再發言，我就請你離場噶啦。好，阿秘書想講講俾佢聽，今日幾多人報名出席？今日係九個人報名。O、okay, K， 下一位發言嘅，我未講完喎。支持議員，我未講完喎。我唔見你，我唔見你講嘢喎。嚇，你都冇，你都冇住。而家而家秘書講完咗啦，唔見你發言喎。主持人冇限制時間㗎，所以咪話咯，有啲人主持唔係廢咯。咁你講啦，而家你講，俾你講啊。你咩俾我講啫？俾你講，講。多謝多謝，唔該啊。因為我覺得咧，呢個會咧，就算係俾咗一個上次係俾咗阿葉太俾咗主持嘅一啲時間我哋傾，但係咧，我覺得呢個會咧係應該要成立，同埋今日雖然係第四次會，都應該係要主，應該又要選出一個主席嚟，因為我哋選咗幾次啦，都選唔到。咁如果你話咧，今日仲問緊我哋意見，應該選定係唔選？今個禮拜仲有幾多時開會咧？呢個唔係問題嚟嘅。因為你如果 call 得呢個會，叫我哋選主席咧，我哋就要完成呢個工作。幾時開會就由下一個主席去處理，就唔係主持去處理。咁而家大家喺度嘥時間咧，即係我覺得咧點都要鬧爆一啲嘅主持人。咁我唔會話佢廢嘅，不過大家有眼睇呢、這個等公眾去處理啦。唔該。OK， 下一位發言就係陳志全議員。是啊，唔該主持人。主持人，雖然容海恩議員頭先嗰個態度就我唔係好認同啦，但佢第一條問題都係我想問嘅問題嚟嘅。因為今日咧，我哋係搭住幾個會嘅。我啱啱喺食安講完流產胎就衝過嚟，跟住我哋其實喺民政嗰度咧就講緊足球發展嚇，審緊呢個足總嘅。你今日係撞會係召開呢一個會議，有得半個鐘頭，其實。能夠選到主席嘅機會，老老實實就好細。選到主席之後，你都話未來嘅時間，我哋能夠開到會嚇、去召開個會議個機會，亦都唔係好現實嚇。咁、我知道你係冇權話要決定唔再開會係咪啊？唔選主席，因為 A B C D E 嘅理由。但係你今日去召開呢個會議，我都覺得你要一陣間你可以有時間。我講完之後，你向公眾或者向委員交代翻點解你今日要喺呢個時候撞曬會召開個會議？如果你進行競選，又要講政綱，跟住我哋開緊嗰個會，又嗰個會有動議要投票喎，又要騰翻過嚟，咁真係唔係好理想。同埋就算選到啦，選到個主席，佢夾生咁揾個時間出嚟召開個會議，那個會議政府亦都未必有官員可以嚟到，咁唯一咧就可能嗰個當選主席多一個正職咯，喺佢嘅四年議員。裏面話多一個話係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咁樣，就係咁多啦。即係對整件事係冇任何嘅推進嘅，所以我係如果你話問應唔應該選，我就應該散咗個會俾我翻過去開呢個民政啊，開食安咧就係最理想。不過係大家決定啦嚇。好啦，多謝你問題先啦嚇。咁我就請我秘書打答你。在我哋安排今日嘅會議嗰時咧，有冇其他會議喺度即係安排咗嘅？我請秘書同你回答呢個問題。我哋安排會議嘅時候係未有其他會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就係多了解，然後最好先至批評係最好噶啦。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大家咗啲誤會啊！秘書真係講唔好意思，而家人哋撞我哋，我過去鬧人哋嚇而家。咁但係你
好，下一位的發言就是葉劉淑儀議員，跟住係陳振英。主席，我哋開了三次會，今天第四次主持又唔係主席，都選不到主，就係主席咧嘅責任在你身上，是你失職的，因為你做主持人沒有效率，或者你刻意拉布，學郭榮亨咁。你看有什麼理由你做主持連時間都不限，連限時都做不到，一開波日子都說錯，是不是、所以這個責任是你負咯。因為為什麼我們要求要討論教科書教材，因為收太多的投訴，家長是有權投訴的、即不可以說這些是教育專業、我們老師說了事，教協說了事，不准人投訴，不可以這樣的。你們民主派都講問責的嘛，都講透明度的嘛，都要在陽光下討論的嘛，為什麼不讓人攤出來講呢？你們刻意用盡所有的 手段不讓人談，我覺得真的非常遺憾，要譴責咯、我就講這麼多。如果我們選不到主席呢，浪費四個小時呢，是你的責任啦。我希望這個是你失職的責任，我希望這件事要記錄在案。你講完了是吧？我效率高過你很多，我好好多謝你。不過想提一提你，就是說葉劉淑儀議員呢，就是在第二次會議裏面呢，就是發言最多的人數呢，就是建制派的議員的。而且是不是閣下呢，在第二和第三次呢，你都有發言的，而發言是超過兩次的。所以變成呢，發言的長短呢，你可以自己知道究竟誰是發言，誰是拉布呢，你都知道一下。好，下一位呢就是陳振英議員。子慈，我第三次會議的時候已經說你實選不到，你一開始就說你又怎知道呢，我現在做了這個預測準確的人，我委員一看你主持的風格都知道你一事無成的了。我想說剛才陳志全議員和容海恩議員都說，為什麼你今天要開這個會呢？你剛才說就說沒有撞到其他會議，但是係人都知道，剩翻最後一個禮拜咧，要開財委會同埋大會啦。咁你又知道咧，咁嘅時間就冇可能再去召開我哋呢、這個，就算選到主席都召開任何會議嘅。咁你係咪其實咧召開呢個會議就係令自己咧好似俾人睇到係繼續想做，但係實際咧又係唔想做咧？咁所以我覺得你第三次會議我已經講啦，你主持係一啲都唔稱職。亦都希望你咧，今日咧唔好再用呢啲拖延嘅手段啦。十點半你肯定又準時結束噶啦。咁今日就真係又係一事無成啦，冇嘢講。好好多謝你嚇，有位我哋議會裡面有先知可以預知未來嘅，真係好嘢。咁咧就下一位發言嘅就係葉建源議員，跟住就葛佩凡議員。主席，今日嘅會議咧，我覺得即係我明白咧，你係有需要。即係你嘅責任就係主持個會議，選出主席啊。咁你安排咗今次會議，但係嚟到今日咧呢、這個時間咧，其實咧我諗大家都明白，即係嗰個再繼續落去咧、那個價值都唔係好大。咁所以咧，我即係建議，如果大家我哋同意嘅話咧，其實個會議咧就喺大家講完之後咧就結束咧，我諗係即係最合適嘅方法，因為其實教育事務委員會亦都傾咗啦，嗰啲即係成個情況其實係非常之混亂嘅嚇。咁但係點都好，教育事務委員會咧已經有一段時間咧係就住呢個問題咧討論過。咁而家咧亦都真係到即係我哋呢個會期嘅尾啦嚇，根本冇時間都安排到啊。咁所以我就頭先嗰個即係意見。咁我本來就係講呢樣嘢，但係咧頭先因為有其他議員咧都提到咧，就係即係係咪唔俾大家去即係投訴咧？咁甚至乎咧提到教協咧，係咪即係可以唔俾大家投訴咧？而家嘅投訴嘅制度機制咧係完全喺度嘅嚇。咁對於教科書也好，對於即係教材也好，其實全部咧都有一啲嘅機制可以做到。咁所以咧呢度係冇辦法可以阻止到任何嘢。而家只不過咧就係我哋立法會開唔開一個小組委員會去傾呢個問題啫。咁所以兩樣嘢咧唔好咧係混淆嘅。咁啊，多謝主席。好多謝你。其實我都澄清一下咧，就係我做一個咩主持呢個會議嘅話咧，咁我係有責任咧就召集呢個會議，但我冇權咧係停止所有會議嘅。呢個我可以履行我自己嘅責任嘅啫。咁咧有人話成日質疑我就話，咁明知道即係咁多會期啊喺度啦，咁仍然要召開，咁冇辦法㗎。
佢哋唔讓路啫嘛，佢哋更加知道咗我哋係定咗個會期先，而佢自己硬加入去，係佢哋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呢個嚟講係，所以頭先個秘書講得好清清楚楚，今日會期定嗰時候咧，係冇任何會議定呢個日呢個時間嘅。所以我再要重新澄清一次，係人哋嗰啲會議咧係冇尊重到呢個會議，而係硬喺呢個時間咧係加插會議落去啫。好，下一位發言嘅就係、是郭佩凡議員，跟住邵佳輝議員。啊，主持好心理啦，明明係拉布，明明係唔想選到呢個主席，明明係唔想呢個會去討論呢個教科書同教材嘅問題，就唔好喺度扮曬嘢啦，係咪？我唔明啦，即係市民點解會覺得你哋講嘅嘢係合理？你自己又可以覺得自圓其説到，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明眼人都睇得到你哋喺度做乜嘢啦。你哋唔想傾，唔敢傾，係咪？唔接受市民嘅聲音，唔想聽到家長嘅聲音，咁呢個係你哋嘅問題咯，係咪？我哋收到咁多嘅投訴，關於教科書同教材嘅問題，裏邊係有好多涉及係咪？即係一啲老師嘅專業操守嘅問題啦。啊，葉建源當然嚇為咗啊攬佢啲老師，咁佢就完全唔俾你傾。嗱，我一個態度就係唔俾你傾，你立法會冇得傾，唔準傾。咁於是乎咧，當冇事發生，我就繼續做我喜歡做嘅嘢，做乜都得。我哋咧就認為咧，即係好大部分嘅老師咧，其實都好專業嘅，但係偏偏咧就係有一部分嘅人士咧，利用呢個教材啊、教科書啊、教學啊裏邊咧，就係灌輸一啲唔正確嘅價值觀啊，甚至扭曲歷史啊，係咪？連鴉片戰爭都可以話英國人係幫香港禁煙咁都講得出嘅，係咪？呢啲真係老師嚟嘅喎，葉建源唔係老師嚟嘅喎。係咪？你可唔可以話個老師冇犯錯啊？咁呢啲就係問題啊嘛！明明見到問題，聽到咁多家長市民嘅投訴，我哋立法會去討論一下都唔得，討論研究督促政府做得好啲，係我哋議員嘅責任嚟嘅。你哋唔想負呢個責任，你哋可以唔好開會，你可以唔好做議員，但你唔應該用呢啲咁嘅乸渣卑鄙手段去阻止我哋開會，阻止我哋去討論。今日你坐喺度，你仲可以扮曬嘢，覺得自己好啱咁樣，講埋曬啲不知所謂嘅嘢。你而家阻緊我哋去討論一啲好重要、好重要對香港未來好重要嘅問題啊！你知唔知好多家長喺出邊幾咁憂慮啊？諗點樣去未來點樣教自己嘅仔女？連香港歷史都可以扭曲，政治可以入侵校園。今時今日有啲老師咁唔專業。我哋立法會唔可以討論，傾下都唔得。你哋幾咁霸權，有權就用盡。你坐喺你而家呢個位置，你成日話人哋濫權乜乜乜，你哋就濫權到不得了。就係霸住咁嘅主持嘅位置，就係唔俾你選到主席。又學郭榮亨嗰套，七個月都選唔到內會主席。而家呢一個咁簡單嘅小組。開四個會你都唔俾我哋選主席，就係唔俾我哋去傾。你咁驚做咩啫？葉建源，你驚乜嘢啫？傾下有咩影響咧？好啊。我唔明點解即係話我驚即係驚討論，因為其實咧討論咧係大家喺不同嘅場合咧喺立法會裏頭根本阻止唔到你提出嘅嚇。咁所以都我見到好多議員咧，係喺不同場合嗰度咧，都講咗好多好多。我哋完全咧係唔會驚有一個討論。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咧，郭佩凡咧唔好將我即係喺度猜度咧，我嘅睇法。主持口講咧就話唔驚，身體就好誠實嘅。如果唔驚我哋去討論嘅話咧，就唔使搞到你要去做呢一個咁樣嘅乸渣手段嘅主持。四個會都唔俾我哋選出主席啦，係咪啊？今日一定選不到主席的了，這個小組也都開不成，一定討論不到，所以呢你不用在這裡又說計時，又說我們建制派議員發言最多。今天我們發言就是告訴大眾市民聽個事實的真相，留一些時間給其他的議員繼續罵你們。我必須澄清，
我冇任何程序上高阻止過你哋咧，係提出選主席依樣嘢嘅。而家咧就係我諮詢你哋嘅意見嘅時候咧，最多發言嘅就係你哋嘅建制派議員。今日到而家為止報名嘅有八個同事發言，而建制派議員咧佔咗五個。咁而且你哋咧係唔係今次係咁樣？上兩次會議都係咧發言最多都係建制派議員，拉布嘅係你哋，你造成一個假象。即係假象就係我哋咧阻止唔准你哋係選主席，冇人咧限制過你哋唔准主席，你可以提出動議出嚟噶，你提出動議出嚟話而家選主席可以噶，你冇受過咁做法，所以變咗嚟講話咧，你依做法咧係一度無中生有嘅講説話啫，你嚟講係，我請你收聲，容彩欣嚇，你唔好再講嘢啊，再講嘢話咧，我請你離場噶啦嚇，你試下再講啊。我不是講你又講容海恩，頭先你發言我俾你講嘢，我俾你繼續講嘢，你未講完啊嘛，當你你講完未啊？而家你你講完未啊？你你講完未？係啊，你講完未？而家你我再問多句，我再問多句，而家你講完未？問你同郭佩凡議員，我問你啊，郭佩凡議員啦，你講完未啊？而家？你講啊！喂，我先嗱，主持你又回應我咯，咁我咪又講下咯。原本我都唔想講啦，係咪？你話我哋無中生有屈你，大家有眼都睇得到啦。你唔想選到主席出嚟，咁你咪繼續咁樣主持會議咯。我哋立法會咁多會議，咁多市民日日打開電視睇立法會直播，都知道立法會任何會議嘅。俾人發言都一定有限時噶啦，如果唔限時嘅話咧，就沒完沒了，傾一世都得噶噃，係咪？咁你而家咁喜歡你哋拉布嘅方法咧，就係開放，任你點講，講幾耐都得，係咪？咁就永遠都選唔到主持噶咯，選主持咧，選主席咧，啊主持你選主席咧，其實咧就係幾分鐘嘅事，最多你咪15分鐘就選完啦。你而家話開放俾大家討論點樣選法，大家有咩意見咁啊？跟住咪大家可以咁樣講咯，係咪？你可以講足幾多個會都得嘅喎。郭榮亨咪拉咗7個月咯，有乜意啫？呢就係濫用你嘅權力啊嘛，濫用你主持嘅權力，濫用你主持嘅身份啊嘛。你而家想唔認啊？你想賴我哋啊？話我哋發言所以阻住你啊？唔該，你唔好咁好笑啦。我講完啦。好。如果你尊重個議會，尊重其他人嘅發言嘅權利嘅話咧，你就可以係唔使拉布拉咁長嘅，你可以拉短啲嘅。頭先你講咁長時間拉布話咧，我唔阻止你，因為如果俾人知道你咧，原來係拉布個係你，又唔係人哋啊。或者其他議員發言好短，短過你好多嘅。好，下一位發言嘅就係邵家輝議員。好啊。使每一個咧，你自己都去主動回應噶，因為你俾所有人發言完之後，大家做個決定啊嘛，係咪啊？唔係每一個同你喺度不斷喺度回應咧，好亂啊！唔使你教我做，因為我要澄清啲嘢。你做錯咗啊！你做錯咗。我唔係做錯，我澄清。唔使澄清，冇人問你問。唔使你講阻止，唔使你講我需唔需要澄清。我覺得需要澄清就澄清，唔關你事。唔使你話俾我聽。你搞到好亂啊！我覺得需要澄清就澄清。唔關你事啊！依家係我主持緊會議啊，唔係你主持會議。係啊，我會俾人發言，你唔講咪得咯。你唔好提，你咪唔係一規程問題可以咯。你提緊我咪你講嘅，因為我咪你講咯。你講啦，俾你講咯。你講完未啊？你你又等人哋講完未？咁你講完未啫？次次都係人哋講完未。因為問你講完未啊？而家請俾其他議員講嘢。OK， 好啊。下一個就邵家輝議員。主席，我隔離嘅頭先又開緊食衞啦，呢邊右手邊開緊民政事務，兩個會其實我都係委員嚟嘅。相反，其實呢個會其實我就唔係委員，但我專登我都要行過嚟嘅。雖然我冇直接之前點樣喺呢個會度表達意見，
打梁耀忠議員，即係嗱，首先第一，我葉建源議員啦，我先嗱回應咗頭先你所講，即係其實喺其他啲教育委員會都有討論過啦。教育委員會嘅講嘅範疇其實好闊嘅，包括老師啊、將來發展啊等等。嗱，呢個委員會係特定地係課教科書嘅，佢有特定地意義嘅。如果唔係，唔需要特別開小組會。所以我覺得其實係有意義嘅，尤其是。在呢一兩年話，大家見到啲教科書，我哋喺網上面都見到好多啲咩新聞嘅啦。嗰啲教科書嘅偏頗咧，係令到人哋咧覺得係驚訝嘅。即係我哋要回應市民，即係對於點解有啲咩教科書真係會喺教育喺系統裏邊會出現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啲立法會議員去關注，其實即係有一個委員會去關注，我唔覺得係一個好離譜嘅事嚟嘅。嗱，第二樣嘢，梁耀忠議員，嗱我一向之前其實我都尊重即係閣下嘅，即係你係最資深嘅議員之一，應該直頭係你添啦，係咪？嗱，但係其實喺議會咁多年，嗱其實嚟緊呢個禮拜都完，即係其實今次選唔選到主席根本就冇意思嘅。搞四次都選不到主席，我專登行過嚟，其實我想向你表達嘅啫，主持。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其實發生緊咩事呢？其實一個咁簡單，開一個委員會，我哋討論啲教科書，討論嘅過程，你可以將個真實嘅故事講俾香港市民聽，你可以同建制派議員去辯論啊嘛，裏邊真定係假，啱定係錯，係咪？點解連咁基本將呢件事，將呢個委員會開始咁簡單嘅嘢，其實都唔俾佢發生？你頭先講，喂，我哋有好多建制派議員啊，葉劉淑儀議員，因為第二次委員會講得好多，佢哋喺度拉布，唔俾選主席。你講呢句説話，其實係常理嚟嘅咩？如果啲市民一路去跟蹤住呢個委員會，見到我哋發生緊咩事，其實我哋已經失曬智㗎啦。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呢？唔好俾班後生仔喂成日講咩用武用武，帶住翻你哋啲咁資深嘅議員喺度行。香港唔係喐啲有講手㗎係嘛？我哋講道理㗎嘛，係咪？你點會俾人哋騎劫翻咧？而家議會同埋成個香港唔係用武嘅話，唔出就選得啊！即係我好希望咧，即係梁忠議員，你應該選埋今屆，你都翻屋企㗎啦，係咪？即係做翻啲為香港市民應該做嘅嘢啦，好唔好啊 ？OK， 我哋而家咧就係27分啦，仲有3分鐘，咁咧仲有兩位議員提報嘅名就係黃碧雲同許智峯，咁希望你盡量發言簡短啦。黃碧雲，主席啊，真係你仲有幾分鐘呢一個會都完啦，咁其實今屆會期都完啦。咁啊，即係頭先邵家輝咁有心走過嚟講咗幾分鐘，即係我覺得大家學佢啦，即係嗰個嘅吸煙嗰條條例，都去到都未到最後嗰一個禮拜，佢都話都唔夠時間㗎啦，不如結束，留翻下一屆處理啦。咁我覺得呢個教科書都係咁樣樣。好，許智峯。哦，好啊，我覺得最大嘅討論係咪真係要繼續落去咧，就係睇下社會有冇共識啊嘛。所以你看到無論在教事務委員會我們12-12，你看到是極大分歧，即可能建制派覺得教科書很有問題，我們就覺得審核教科書本身很有問題，如果沒有共識底下繼續討論它有什麼意義呢？何況我都看不到建制派真的有什麼意志繼續討論下去，你看看後面民建聯在開 party 在講笑，容海恩在那裡洩私語，沒有人認真開這個會的，大家都是想向北京表忠，大家都是表達自己多麼忠誠勇毅，係啦，係要審核教科書，要剷除曬所有呢啲嘅係佢哋認為嘅勢力。咁所以我覺得冇乜意義啊。同埋講拉布，實際上喺垃圾徵費嘅委員會，建制派都係咁拉㗎啦，係咪？係人都睇到㗎。一個將人都可以一條問題講20分鐘，仲攞埋手巾仔出嚟養下喺度玩，冇人認真做開會嘅，從來都。咁所以我唔係話完全所有會係唔應該討論，但係如果真係社會有共識，嗰件事係重要。對個政策有價值才是認真應該去到開咯，不是在建制派喜歡以政治凌駕所有政策 去講咯。所以我覺得如果時間夠的，建制派應該都用你們那套原則，沒時間就不要開了，是不是？那可不可以凝聚一下社會共識才再來呢？選回來才再講吧，你們。好，好多謝建制派議員的拉布成功，今天我們選不到主席了，現在夠鐘，這個會議到此為止了，我們都不會召開下一次會議，多謝大家。